Turtle Talk. This is the Bangkok 最大的一个weekend market, called Chatuchak Weekend Market. You can see this大路就好像一眼望不到头然后它被这个大路包围着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巷子就在这些店铺中间塞着的，走进去更是另一番天地啊！名堂太多了，这里卖东西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好像不过都是一些小商品了，这么大，都是卖衣服。这里除了这个大街，还有很多小巷，大街围着这些小巷。一眼还望不到头。这里还有卖这种用细纱白布做的 hoodie， 瞧，就这一件。hoodie 我看到有人穿这个是防太阳晒。200花一双鞋，相当于10块钱不到。100块一个小短裤，小纱裤。100块，去掉一个零，除以三，也就3块钱一条。这里这个包可是还是不少啊，个运动短裤，100块也不贵呀，3块钱一条，那个。
进去一圈。还没走到头，中间有一条路，再往前走吧。这些小巷子四通八达的，哎呀，一个口连着一个口，拐来拐去的，嗯。卖什么都有啊。卖什么的都有。卖什么的都有。再换一条嘞。哦，这里卖瓷器的。那都是。阿格里翁，都是阿格里，阿格里。再走一条路，这怎么能赚到钱吗？还有修车，能赚到钱吗？我一会儿转到哪儿了也都不知道了，反正是瞎转吧，已经乱了方向了。从高处你看这下面这个 market， 这个只是一半大小，这个旁边另外一侧还有这么大，只要也有十九八一碗的茶。我瞧这边又是一大堂，真多呀！那好点多，不过在当蒙在了。好多。这另一边的建筑好像，更漂亮一点啊！你瞧，都是玻璃框子了，比那边的大厂门要漂亮一些。发现又到了一个卖宠物的区域，哇，这里是关于宠物的各方各面，什么东西都有啊。
小仓鼠，那个鞋子。瞧这特漂亮的小猫，小狗，还有高圆圆，真优美。成交了一个，一只小猫卖掉了。总之，这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店铺太多了，一天是逛不完的，我觉得，太多太多。好了，明天再说吧，拜拜。